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有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有卡位的人，今天你赚到大条的没？亲爱的投资朋友，果然名不虚传，很会标。第二支亮灯涨停，果然越到涨停越买不到。有的股票挡不住它要飙涨的路，这档最佳证明。越关越大尾，哇，快要三字头了，天天涨，天天涨，天天涨，涨到今天三月六号还在涨。明天呢？又有钱可以收了。本间 K 线很会算关键价，今天这个价位是我定的，就来到这边了。会员说我很神，啊，这里不晓得谁在卖，昨天很矮的位置接，今天顺势小胖卡卖一半的意思。当然，1.5万张的量哎，啊对啊。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买这种低档起攻的？那当然了，这个股票啊，谢大脚来抬轿，昨天喷，今天再喷，你要买真的赚得到，不是今天涨上去你都买不到，用看的。OK， 有卖股票才有钱可以买新的，全收了，果然运转得很好。对对，我今天跟大家讲智远我今天怎么做，还有一档跟联发科有关的股票我今天怎么做。今天所有节目从头看到尾，尤其今天的行情很关键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台股再创历史新高，但是三大法人有两个有头法人不一样的步骤了，到底在玩什么？今天只能形容精益大起航，明天会不会突然翻盘呢？请看今天单一 K 线很好听的名字，反托走涨大阳线，好久没有讲这个名称了。今天中场涨112点，收在这个数字很可爱，19499，希望能够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 all you can eat。 今天4124亿，而今天最高点也是在创历史高，19532点，在这个部分20大排行榜总共涨76点。我们先来复习昨天的行情，我怎么说？昨天台股也在创历史高19453，但是昨天收黑十字，我有请大盘要加马力哦，不能到半路就不见了。果然大盘很听本间 K 线的糟糕，因为这个地方连续两天都是下跌加速大于上涨加速，尤其昨天怎么样关键呢？这个形态叫做十字暗夜星，好，这里拉近，因为昨天它刚刚好在衔接前一天的大红棒的次日，而这样的一个走势，我讲过，当天 K 线不太妙，所以呢不宜开太低。问题来了，今天给各位这句话，头过身就过，断脚必中错，结果我两边都对，请看，今天直接开低重跌。重跌多少点？140点，断脚重跌，重跌之后再打一个低点，反手拉抬，结果穿越昨天的高点，所以两边这个呢很特殊，百年难得一见。因为我昨天有提醒大家，当这种十字暗夜星出来的时候，表示在高档已经看法分歧，而在分歧当中，昨天这根线并非很大支，但是它很标准。那么呢，今天好在断脚重挫完之后，刚刚好有人反手拉抬，所以呢又过头。那么过头呢，这里再拉筋，这根线好玩了。大家应该呢去上技术班啊，也教不到你这种 K 线啊。这根线很简单。红色的大阳把昨天这个快要灭掉的星星给吃掉了，那当然是好啊。但是往下面看，嗯，
这个量好像真的，这里量就要告诉大家有点不太够。如果说今天这根量它包着昨天那根 K 线，它的量会比较漂亮的话，那么一切 OK。 但是问题就藏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以这个形态组合，我也必须跟各位说是这种状况，中继在涨，但是中继在涨它必须要有淡书，我一条一条讲给各位听。明天先给各位一句话，不宜开太高，因为今天收盘相对比较高了，明天这种的 K 线不宜开太高，平顺一点比较好。明天不宜开太高，平顺一点会比较好，表现会比较漂亮。开太高，我想每个人想的动作都一样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中继再涨会怎么样呢？明天给各位关键价是19389，几个重点提示，这里可以拉近。金益大旗行的行情开低重跌，刚才解释过，反拉大涨。好，两边都突破，跌下来突破。好，那么初步化解十字暗夜星，因为那个暗夜星被吃掉了。若以等幅，若以等幅，如果以这种规格持续发展下去，若以等幅可达整数关卡。我想象是19000多多多，对不对？那整数自己加。OK， 好。以这种走势翻盘，中继再涨，可以达整数关卡啊。会议一下好不好？但是你要走标准哦。因此，明天开高跟开低来，明天开高需开高走高过今天的高点，过了就不能再回来。你不能说过了然后再昙花一现，那不行哦。开高走高过今天的高点，守住行情续攻不回头，那么这条路就会比较容易赶快达阵。那么明天开低注意了，需守关键价19389，否则易带量中长黑。这个格局一翻两瞪眼。所以今天金益大旗行先这样，然后这样再给包上去。那明天呢？这样这样还是这样再拉一次呢？所以 QR code 赶紧扫下去。明天盘中我会告诉你这个行情怎么样发展，我会提示并且告诉你你现在资金往哪边摆。因为昨天很弱的股票今天变强，昨天很强今天变弱了，所以每天都在上演不一样的。但是你手脚要快 ，tempo 要对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。那把这样子记下来。当然把这句话记下来，平顺一点比较好，不要开太高好不好？开太高动太大很容易就翻脸了，因为今天这种格局啊，这个比较特殊的状况好不好？ OK， 好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呢当然跟这档有关系。那台积电呢，来来来，很多人要 等我解台积电，因为我台积电解得太准，每个人都要听，因为台积电股本那么大，不是我自己可以影响，但是我名字也叫护国神山。 OK， 今天涨五块收735，并非收最高。那问题有一个地方呢，就是今天的高点跟昨天高点一样。好，那会怎么样呢？昨天是压尾盘，对不对？好，压尾盘还涨五块。那今天呢，涨上去涨五块。好，那问题出在这，3月1号我讲过六黑，提防上图下破。然后呢，3月4号跳空上开，没有？我跟你讲上图下破，早不讲晚不讲，就推荐在这边给你讲啊，这是关键关键解盘，解这么清楚。结果喷到725，昨天最高点738，再留一个空洞，但是收黑了738。那738化解了没？我让你看下一张图。哎，哇，好大一只红 K 哦！问题出在这，738跟738，昨天跟今天一模一样的高点，直接往下拉，放大。咦，量不见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叫什么呢？好，拉过来。明日关键738，看他用什么方式直接过，或是顶住不过，那就跟大盘有很大的关联。所以赶快把 QR code 扫下去。好，那你手上有台积电来问我一下，那你手上不管有什么疑难杂症，赶快问我一下，因为我解得很清楚，解得很客观。好，每个人都跟我欧肉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好。当然，跟台积电有关的这张股票，它快要被放出来。但是今天还在被关，但是呢，这阵子呢，真的是越关越大尾啊，跟台积电有关的标股给我卡位的人啊，295了啊，今天收最高295，涨25块。光看这一档，涨25块，3月5号涨4块，3月4号涨14块，我这是被关起来的哦。然后呢，3月1号涨9块。2月29号涨9块，2月26号这一天跌3块，
604张，从这天看就好，244好到今天29，你以为我有这档股票多好？你看我会员就说好，被关关越久涨越多，好继续关，我就给他摆在那。我讲过你要卡位你才赚得到。 OK， 好，那这个呢26号这样对不对？好，23号分盘交易还涨一块，那问题是啊，这一天246 14块嘛，22号飙14块哦。问题是我是21号全收了，2月21号我全收了，我全收了对不对？就涨，而后就被翻被紧闭了。好，越关越大尾啊。这一天我跟大家讲一个概念，是英雄是主流啊，他就是英雄是主流，每个位阶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说这种股票要趁胜追击，强者恒强，欢迎预约买关键买点。很多人说老师会不会追高，现在看起来不会很高呢，哎呦怎么那么便宜呀、啊？我已经讲过概念好不好，这形态组合的问题。再喷没货的人赶快跟上，有没有？当时才在250 240几、啊、23号警示了再创高254，结果呢哇，光翻这个哈，都很多时间了。26号急缩一点点，但是没量600张，好不好？3月1号哇，分盘再飙，不寂寞。结果呢，3月4号再飙外太空，虽然收小黑黑，但是已经涨43.5，来到267.5。3月5号再飙270。3月6号哇，来放大放大放大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对哈，我讲过，这边赶快买到这边啊，飙股不寂寞啊，没有回头路，分盘交易再喷外太空，224到295涨幅71元，继续霸占。好，所以我常在讲这句话，飙股给有卡位的人，这就是我一步一脚印努力成功的一个经验。我想在这里你们可以复制我成功的经验，也可以来问问看我接下来这个股票放出来之后到底是要卖还是要买，还是有什么机会。因为很多的股票到了今天大家一回头看，哇都是千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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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曾几何时也只不过在两三百块的股票，有的在五六百块，现在都1000多块了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，每一档股票的生命及位阶是不一样，每一次的英雄人物也不一样。那么这档股票跟台积电有关的，被关都要涨成这样，如果不被关怎么办？好不好？赶快来问我。当然除了这个股票之外，下一节我要跟大家讲两档你们可能想不到的股票，好不好？想不到我会这么做的股票，好不好？你们都认识。当然这档股票先想一下啦，如果你有来预约有多好。要进广告之前我还是要翻给各位看，昨天已经拆开，它叫很会飙，名字就叫这个很会飙，有没有？这里然后一直复制到今天，才几天而已涨到这里了。会飙的股票还是要飙，不会飙的股票再便宜它也是不会飙，所以想要饭票的赶快利用这个时候赶快 call me 好不好？今晚广告马上进来。能源投顾和分析师今年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，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，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真的叫很会飙，我的会员说我很有创意，然后想得很好，他就叫很会飙。看到今天很会飙啊，
啊，人家就帮我锁，我也没办法，锁了啊，锁了。27号，我说欢迎私讯我留言呐、啊。本间 K 线不随便标记号了，偏偏标三个尖尖的啊，这边再给你圈起来叫吃货。很多人说，哎呦，看起来鸟不生蛋了，别人都在介绍别只股票，你怎么会介绍这种股票？最有智慧才买这种啊！我说这个啊，尾巴注意一下，它飙成这样啊！问题是啊，飙上去还真的有量哎、欸、啊，对不对？股民还是很会飙，我没有改变哎、欸。晴天一柱啊，才刚开始来预约吧，就那天好玩的啦。跟你说，短线啊没有量哈，我要做什么事、欸？先甩轿，赶快约明日关键买点，我都讲清楚了。我说波段要赚，短线要赚，那、啊、结果哎、欸，哎有预约的，恭喜发财！哎不止飙呢，还涨停呢，还锁起来呢，还量这么大，所有人都要挤进来我家。哦，你预约没啦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我今天呢、欸，哇哇，简直疯了！这个股票啊，曾几何时有这么大的量？有没有倾巢而出、欸？哎，哇！大家共襄盛举、啊。再喷第二支啊，这边到这边了、啊，还几天呢、啊？5天哦，14块的涨幅、欸、你不要忘了，它47块的股票，40几块的股票、欸，5天涨14块，投报率自己算好不好？问题是，活生生两只涨停看得到吧？这里到这，对不对？那我是不是要？真的叫很会飙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那、啊、我怎么那么会取名字啊？啊，真的很会飙哎、欸！哎呦，叫很会飙，很会飙、哦，很会飙，很会飙，很会飙。那、啊、明天要怎么做？来问一下。不管你有钱或者是有这张股票的，好不好？啊、因为每天行情都会变化。OK， 我今天有收钱的来，快乐的开小胖卡出来，小胖卡卖一半的意思。真的也很会定价了，一大早就定了，一大早就定了，张数也够，好不好？啊，卖掉一半啊！会员说啊，不只有股票很会抢啊，连定价都定的这个，跟昨天卖技嘉一样，也是定的真的很漂亮，好不好？啊，就这样，每天都是这样啊。啊，一买就喷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说我卖一档转这一档啊，啊，今天刚好挂这个哈、啊，就来啊。我说这个股票啊。连续新线，我已经注意很久了。但是买股票蛮有技巧，不是乱追乱买试试看、啊、我一进去就急啦，急啦，就这样，好吧？啊，结果嘞，啊，今天还是急喷，刚好这边是我卖的，我定价就定125啊。今天卖出一半成交了，另一半欢迎预约。那我到底明天这一半要买还是要卖？可是我们现在算一下，昨天这边到这边涨17块，哎呦，它真会涨哎、欸！那这个量是真的不是假的？我常常在讲，每个人都只会注意单一 K 线，你知道形态组合，就如同这里谁要？没人要了。哎呦，好丑哦，都没量呢，谁要？哦，好丑哦，没人要，没人要。我等了，刚好时间对，进去，2天。这是今天我开一半的，好不好？小胖卡，那明天另外一半怎么做？刚才问一下。当然，这个股票呢，早买跟晚买差很多啊！我刚好就买对时间点，也有1.5万张。大阳线低档起攻，我刚好买到这个，好不好？好，买到这个，结果呢，没看这里，我一买就动，来拉近。让各位看，来拉近，直接放大，好，这边也要看到，这边这样子，哇，买的刚刚好，对不对？我说真的，低档起攻，停在这，低档起攻是这个，真的是低档起攻，就这样，这才真的是我一买就人家进来，你们要复制我成功的经验啊，不然像这种没量的，你不鸟它，我一买它就喷出来，好，阿元日 K 二连红，这边到这边10块钱的。啊，今天开始大家都在讲这只股票哎、欸，哎呦，大家都要讲这股票哎、欸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档没有量的股票可以滚到1.5万张，那真的是英雄嘛？那问题是你要买在还没有当英雄之前，对不对？好，再看一遍，
过瘾吧。所以呢，你这个还没有涨的时候去做别支，然后呢，然后别支涨不动，赚了钱再来转这种，这也要灵活操作啊。每个人都会说灵活操作的致富关键，我做到，你做不到，所以我成功今天要复制。OK， 当然这张股票啊，很多人说啊，什么什么散热啊，这个一样，500多块的跟100多块的，那个可以买10张，这个可以买50张嘛，10倍嘛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啊？所以很多人不会算。2.4万张，续航力要比较久嘛，500多跟这个100多，刚好买那个10张，这个买50张，是不是一样嘞？告诉你，法人吃货127并列，啾啾，哇，哎，又2只了，啊，放大来，对哈，看到这样子啊，实在是很棒，127到136.9块。这种才是比较优良的示范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复制我成功经验就这样。当然，我常常在讲，你一天到晚嫌你的运不好，为什么不来转一下运呢？这支我也做了 N 百趟了。好，来，一早全力扫货 ，Marky 试驾手，这边我做过，就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讲今天就好。光一大早买喷到外太空。这里才是精髓，形态组合大脚都在这，一档没有量滚量，这种才是重点，因为它是主流。这张股票今天喷到外太空 95.6， 是一档很有潜力的股票，参考一下，不要乱追，买关键点比较重要。你的钱被主力咬走不会还你，但是买关键点，钱还在，可以买更多张。 OK， 这张股票跌破各位的眼镜，很多人在问我说今天他出了 news哦，什么他要发行那个增资啊，然后只要310，折价77%，就7.7折，到底好还坏？那如果要你要发现增，那你是溢价，那谁要买？谁要去现增？那你太贵了嘛？那当然是合理的，你有空再解释这一块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今天低阶回，为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讲了，400多块甩轿啊，那天卖一半啊，小胖卡、啊、那天冲到410啊，当然卖一半啊。那昨天我跟你讲没动作啊。钱用到最好用的地方啊！今天直接急跌接了，你刚刚好吧？呵呵，结果呢，涨到392了，哇，这才是高干的做法。尾盘拉2块，920张哈，这有时间再解了哦。因为每个人对每个 news 解法不一样，好不好？当时这边也是前一波告诉你要怎么去买，有没有380的这个地方？当时也是这种黑黑的，我告诉你低接，结果都我对。后来开始没有低点哈，没有低点。喷上去哈，那喷上去的过程当中，这边我跟你说急拉，我出一半嘛，对不对？我讲很清楚啊，这一天我没有动作，我也讲很清楚。结果今天呢，重跌之下直接扫货低阶，结果收红 K， 好不好？好，这两只脚啊，诚心急要出来的，而且来这里哦，比昨天前量都还多哦，对哈，我跟你讲的都是。精华所在，那要怎么做？你还是要有执行力跟行动力。OK， 这张股票来，联发科我做 N 百趟了，那联发科会不会再飙？好，那这档你也可以看一下，联发科的好兄弟，好不好？叫达发，大脚再度卡位，我的大脚再度卡位，因为这个之前呢，我已经做 N 百趟了。哎，来拉近拉近，哎呦！哎呦，五根黑的，今天这个红色的嘞，好，红色的哈，一颗明亮型。之前打发我这边卖掉嘛，这一段有没有啊？这段，然后呢，刚刚好，好跌下来，跌到今天刚刚好呢，再把它给它接回来。所有股票都有它的生命及位阶，该如何做？按部就班，请所有的人复制我成功的经验。饭票很重要，要饭票，要钞票，赶快 call me。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